春日乡士文溪日前发生民众群聚戏水烤肉，为不让相同事件再发生，春日乡暂停开放立里登山口停车场、老七家部落跟立里溪浮流水圳等景点，加强巡视戏水热区，持续做好防疫工作。很欣慰的是，在我们的士文溪、在我们的七家溪、在我们的大汉林道等过去容易群聚的这个地方呢，目前都没有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来做一个群聚。我想这部分，我想我们继续大家一起努力。临近的来义乡公所也跟分驻所合作，前往部落视察餐厅、露营区是否遵守防疫指引，同样也关闭神鹰瀑布、丹林吊桥等景点，并希望防疫站同仁未来能优先施打疫苗。如果这个疫苗到了，我是希望我们乡公所这个第一线的人员，所谓第一线的人员就是我们乡公所这防疫站，防疫站的这些大概有38个人在轮值，然后另外我们清洁队的这10个人希望能够优先打疫苗。全台疫情不见趋缓，为了维护原乡民众健康，部落防疫工作周末也不停歇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春日来意采访报道。